各位观众，各位听众，台湾同胞们，好了，侨胞们，现在我们向大家转播。就我看到那场比赛本身，我就觉得好想哭。这是由中国女子排球队对美国女子排球队。当我们摄影机升起来，看到大家看到比赛，干杯！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是热泪盈眶。怎么过来不及了呀？振奋人心的一种感受。投球！快进死磕！有了吗？走吧！冰洛，冰洛，不用躲！要躲！谁的一传没有到位，打开门球，好球，郎平，把球靠中了。郎平高兴啊，自己放起来兄弟的双手。导演，导演，给您推荐一个演员来我们这儿面试教练。导演来探班了。一说铁榔头，总是在觉得郎平教练他全是在砸这个球。我那个铁榔头啪，你直接扣起，我有个黑门大声要打回来。好，那我也有幸呢，过来跟大家分享啊，中国女排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。现在前方收到一则快讯，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幕。在一分钟前刚刚结束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，由郎平挂帅的中国女排以3-1逆转战胜塞尔维亚队，夺得金牌。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-0战胜了美国队，夺得了第23届夺冠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排球赛的冠军，真的是光辉耀眼的时刻啊！真是了不起的时刻，一辈子都记得住了。